我参加这个亲子班的讲座，我感觉的收效很大。不论是对于夫妻关系，还是对于子女的教育，都是受益匪浅。最有效是哪一点？你觉得印象最深刻？最印象最深刻的是怎样的沟通，怎样的去理解对方，同时呢，也会改变自己对方的改变自己一些想要表达的一些方式，达到最好的最佳化。所以说我觉得对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，要学习这些内容的话，不是说有生以来我们就知道的，而是通过学习我们才能知道，然后再改变自己，再提高自己，就是也是对家庭一个就是有很大帮助的一个 program。 谢谢。 OK， 我看看我的我